谢玄灵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收下，我会把它给你寄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给我自己爱的人做衣服，它只属于你 ，Grace。 今天下午又来了一位顾客，也买了午教，没有试衣服。这次真的不是我做的，同一招我不会使用两次的。真的？你这么努力的付出，有回报是早晚的事情。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嗯，反正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，我明天想去拜访他一下，你陪我去吧。好啊。 你才脑残，你脑子有病，我没病。干嘛呢？你来了。坐。哎呀，坐。饿了，你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哎呀，今天手划伤了，没法做。我给你去排长队买了蟹脚。你说你什么？ 手受伤了，哪里啊？哎，一次，哎呀，唐不疼啊，严不严重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搞伤了，谁每天给我做好吃的？每天？对啊，我的男朋友当然要每天给我做好吃的。你刚刚说的，男朋友？ 男朋友要每天给我做好吃的，还要做一日三餐，中午我要吃爱心的便当，晚上我还要吃浪漫的晚餐，早上我要吃一桌子丰富又营养的早餐。所以留点时间，我就等你吧。你把手掌握着，我负责你快乐，就这样。 应该是这个地方吧。嗯，是这儿。总，这个就是陈老师的工作间了吧？你们是？你好，我是青城品牌的设计师，我们想向您做一下消费者体验回访。您是现在我们家买了很多衣服，您也是我们家的第一位顾客，您对衣服的意见真的非常重要，拜托您就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拜托了。陈老师，不会耽误您太久的。嗯，对对对。进来吧。谢谢。陈老师，嗯。 您可以说一下您为什么会购买青城这个品牌吗？
它有什么地方吸引了你？倾城的设计风格很有意思，既有中国古典水墨画的丹青韵味，又紧跟当代流行文化的审美趋势。在我看来，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，而是一件相当出色的艺术品。谢谢您这么高的评价。那您觉得，价位合适吗？我买东西只看重品质，只要东西好，价格的高低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我明白了。其实还有一件衣服，我送给我的学生小贤当生日礼物了，你们要不要去问一下他？好呀。小贤，陈老师送你那件衣服，你穿上去感觉怎么样？穿上感觉特别舒服，贴身穿也很凉快，是我穿过最舒服的面料了。但是它太贵了，陈老师把它送给我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价签，要5000多，这可不是我自己能消费得起的。好，谢谢你的回答。不用谢。哥哥姐姐，你们是男女朋友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们般配吗？般配。今天是周末，你们难得过来，要不要体验一下做个陶艺看看？好呀。当爱来临的时候。看什么？我在看我的丽太太。工作的时候特别有魅力，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令人着迷，令人神往。你今天吃糖了呀？嘴这么甜。我觉得还不够甜。会让我自重。我的心就像这泥塑一样，可以一直被你掌控在手里。一切都在回报。